曾志晴 Vivi 啊，好歡迎大家咧喺百忙之中咧抽空出席我哋今日標準人壽嘅講座。嗱，近年嚟咧退休咧一定係一個好大熱門嘅話題嚟噶。身邊嘅朋友咧都會問我，究竟幾多歲可以退休？又或者儲夠幾多錢退休？以及係退休之後嘅生活又係點樣呢？相信大家在座咁多位咧，喺個腦裏邊咧都應該有好多唔同嘅關於退休嘅問題噶。今次嘅講座主題咧就係 Retirement Get Set Go， 希望咧可以透過唔同專家嘅分享啦，等大家咧可以咧為自己嘅退休生活咧做足準備嘅。咁喺講座開始之前咧，咁啊麻煩大家咧可以填寫翻我哋啱啱咧喺門口派發嘅有關於退休生活嘅問卷。咁啊稍後時間咧，我哋就會有抽獎嘅環節，咁啊希望大家可以盡快填寫到噶。在我們聽專家分享之前，我們先邀請我們標準人壽銷售部高級經理林國輝 Patrick Lam 和我們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主辦機構以及計劃的概念，和我們分享一下最新的時況。有請 Patrick。